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聚焦。在密西根州，我跟大家解释过，我是密西根州三个女人，州长周务清跟总检察长。有人密西根州的共和党主席称他们三个人是这个女巫，然后又来又道歉了。我昨天解释还说，我说其实，在拜登身边呢，就拜登那个跟那个小女孩之间那发生的事情。很多人说那个很恶心，那是真的，那就是这样的，美国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解释这意思呢，其实，我个人理解啊，希望朋友能善意的去理解，谈不上攻击他们个人，他们个人就是他们，这是他们个人表现出来的品质。我们跟大家描绘的是一个尽可能描绘一个大的框架，在拜登的身边都是这个年龄的女人。人说这个年龄女人会，她谈不上怎么样，她是一种败落，就是一次大的循环的败落之后表现出来的状况。那他们个人作为每一个个人，那他要能够 OK 的话就 OK 了，他 OK 不了，那他就这样。那希望更多的朋友并不是恨这个人，没用的，你恨他不恨他都没用的。任何想改变别人的人都是愚蠢的，任何想改变别人的人都是愚蠢的。就像在今天的中国是一样的，咱讲述这个含义，所以希望能够从中有更多朋友理解比较稍微超然一点吧。说什么叫超然？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那就是超然。结果人却把大肚弥罗当成财神，都放在自个儿钱柜上，那你就是对大肚弥勒的不尊重，真的就是不尊重，但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解释过，在后来在川普的弹劾案第二次弹劾案结束之后，我们就看到从加州到纽约州，加州纽约州，再到比尔盖茨，我们看到这些顶尖的极左派的人物以一种被报应的方式出现的倒霉的状况，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那这件事情啊，我们要报道这件事情，这是出现在密西根州。这个人是密西根州的州长啊，密西根州的州长。那密西根州在大选举中出现了相当大规模的欺诈，围绕着底特律，甚至出现了威胁，对吧？对，那底特律所在的那个县的这个监察委呢，他不接受，本来是不接受选举结果，结果被人家威胁了，那出现过很大的争执。而在底特律市呢，曾经被人网上一直那么说了，就说，负责投票系统的公司在那儿有一个控制中心，那都跟他有关。那他呢是采取了在大疫情上采取了极其严厉的东西。这张照片是上个星期出现的，这是一个酒吧烧烤店，他被人拍照跟这么多人在一起吃饭，这没有任何社交距离。可是呢，他刚刚颁布的禁令必须维护社交距离，6英尺远，戴口罩，在室内必须戴口罩，是他自己干的。所以这件事情的出现是基本就是加州州长的翻版啊，加森的，他当时是生日聚会吃饭，那个花了17000多美元，那是去了一个法国店，他是一样。这件事情就成为了被人给拍了照了，这是拍照的人，很显然拍照的人把他卖了这张照片出去，这是拍照的人，对不对？眼神都在这儿。那这是多少人？你可以算出来，这边是6个，那边是7个，13个人，13个人最后的晚餐。这是13个人最后的晚餐，因为拍照人没在里头。那我当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这么个 case， 要等这件事情发酵之后才能产生作用。他发酵了。那共和党的团体
党派嘛，共和党团体和一些民间组织弹劾他，要求罢免他，效仿加州罢免他。那结果呢，他的律师就告上去了，他律师呢就不接受这份罢免嘛，不接受这份罢免就告到法院去了。结果法院的昨天，法院的这个法官，三名法官做出决定，就把州长的律师的上诉给驳回了。啊，六份针对他叫惠特莫，要求他罢免的请愿书，和一份针对中尉，应该是这个总检察长，这个中尉是总检察长的请愿书。那密西根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星期四做出裁决，驳回了州长律师提出的无说服力的论点，所以也就使得这份弹劾案，就是他不叫弹劾了，应该叫罢免，就得以通行了。他是密西根州的上诉法院，所以人家对方的速度很快啊。很显然，当那张照片一曝光之后，即刻就有动作了，因为州长本身不止一次违反了自己的禁令，在此之前他曾经提出，密西根州是美国最严厉的一个州之一了，禁止这个尽最大可能禁止无需要的旅行，航空旅行。结果他两次被抓到，他乘私人飞机到佛州去度假和看他母亲，大概是第一次是看他母亲，第二次是度假。他自己的雇员好像包括他的卫生官，坐飞机去别的地方都被人拍照，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毫无诚信的官员。里边下面陈述很多了，这份申请要求罢免他们的理由，要求他们罢免的这种申请书呢，他就会效仿加州一样，应该是让公众签名了。那州的法律当中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规矩了，那来进行投票多少额度啊，怎么样，多长时间，所以他就成为了在美国现实的环境中，大疫情的环境中，第二个州长真正要面临罢免的过程。好，第二个州长，因为在这个纽约州的州长库默呢，他以这个州的总检察长进行调查为借口，所以就把这件事情给缓了。在加州呢，他是公众罢免，大家签名，对吧？没有透过什么参议院、众参两院，没有透过政治渠道，他透过了民选的渠道。那这一份罢免，我们不知道他最终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民众签字，还是让这个参众两院罢免他？那我们就不知道，要看他们组织的人。民众签字呢，他时间会比较慢，但是呢，他确实是更显出民意。那政治手段呢，它带有政治手段的风险，但它快，它肯定快，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就我们个人来讲，我觉得不太愿意评价这些问题，他怎么采取什么方式是他们自己的。那我个人更愿意看到，这是一种天意的过程。这些民主党州长，你对比一下共和党的州长，对吧？佛州、俄亥俄、德州，你看到他们州长在他们民间和他们的所在的政治团体当中的影响力，和在我们看到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的影响力，对吧？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反映现实的，而这个现实在代表今天美国社会的一个真实。啊，美国社会真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和这种更大的一个范围内，就是这种善恶相报应，什么东西都太绝对，什么东西太绝对就是错误。昨天我说了，
那个美国人，那对不起，英国跟挪威的这个生物学家发现，病毒是制造的，原因就是四个正电极的氨基酸给排在一起了，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他们不会同性恋。还给有朋友乐坏，说：“刀哥，你真敢！他们不会同性恋，他们不会同性恋，什么意思？他们没有人那么坏，人太坏了，太阴邪了，才出现这种逆天理的东西。那逆天理的东西是什么？那叫阴巧。逆天理的东西，那叫阴巧。所以这是大恶之事。那。”治病毒里都不那么干，现在人这么干，所以他把四个正电荷的四个阳物放在一起了，正物、阳物，四，对呀，四个阳放在一起了，没有阴，那就出事儿了，就更坏了，对吧？就更坏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